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 SPFM，我是 Cherry，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的主题呢是要访问一些企业妈妈如何在这个管制令期间如何照顾他们的孩子，还有经营他们的生意。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黑蒂蛋来到我们的 Live，黑蒂，请和观众们打个招呼。好，黑蒂，你的声音有点小声哈，尽量大声一点了，OK。我把这个麦克风靠近一点，听到吗？好好的，好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在线上的话，请写 Hi Hash I 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把这个 link share 去你们的 profile，让更多人看见 Heidi 哈。Heidi 呢是 Woody 派的创办人，他们是 Woody 派其实是非常的特别哈。他们的使命是以母乳制造出不同以往的首饰，然后让哺乳妈妈用新的方式传承他们的精神给下一代。那无敌派的愿景呢，是希望妈妈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母乳首饰，守护哺乳力量，给哺乳妈妈一个信心和肯定。那无敌派曾被很多的媒体杂志报道。2019年呢，无敌派获得 Baby Talk 杂志读者精选品牌奖项。哈，今天我们的很荣幸的邀请到黑蒂来到我们的 Live，哈，给黑蒂请跟观众们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好吗？Hello，大家好，清楚吗？啊，这个还好，OK，很好。你好，好，大家晚上好哈，OK，好的。所以呢，黑弟啊，请问一下哈，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一般上生意都会被影响，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如期的将客户的订单送出，我们同时也不能够收我们客户的母乳和头发之类的去制作，就整个过程会打乱，然后生活节奏也会乱，因为小孩也没上课，然后就是要兼顾事业、小孩、家务，还有一天三餐这样，所以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在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期间。好的，所以会感觉到就是很多就是很担心啊，对不对？一下子订单啊，然后又是要顾小孩子。对，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赶上那个节奏，因为毕竟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对对，开始适应了哈。好的，所以黑弟，你有多少位孩子呢？我有两个孩子，两个都在小学，一个在小学一年级，一个在三年级，所以可能课业上是比较需要父母亲的帮助，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孩子身上，然后我其余的时间才能够工作。OK，有什么特别的亲子活动吗？就是在这期间，有没有煮东西给他们吃啊？就是特别的烘焙呀、这样子。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其实小孩子听到假期的时间，他们是很开心的，但是我是担心他们会懒散，所以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我会给定一个时间表给他们，然后他们会有时间做自己的学校的功课，有额外的练习，可能每一个会有30分钟的运动，然后再来看电视休息，当然我们还有我和我老公也有加入一些小孩子的亲子活动，像手工啊，做肥皂啊，可能烹饪啊，也会家政啊，也会在里面。让他们感觉一下，父母亲维持这个家的辛苦，还有如果你要煮的话，他们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在里面。OK，就加很多的活动进下去了哈。好的，所以在这期间，那你怎么经营生意呢？经营生意，你是怎么样啊？就生意是，了，他们的时间有时候他们是在做练习的时候，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去做我可能电脑上啊，可能作业上的东西，我可以一边给他们做功课，然后我再做我的事业。然后有时候就是等他们休息过后，我才有时间，或者是等他们睡觉过后，我才有时间做我的事业啦。就是只有这样安排，然后当然夫妻之间要分配工作，然后我老公也是会就是轮流会帮忙。其实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
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配合对方，其实也不用多说，就大概知道你现在你忙就你做就大概是这样啊，一定会有那个默契在，就不需要是说我做那个。嗯，要分配的很好，互相体谅哈、哦。好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在那个契合度在那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你是好像如果客户现在有订单怎么办呢？现在客户还是无偿可以下订单，我们的所有的订单已经恢复正常，所以之前MCO 之前我们所收到的订单几乎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基础的阶段，然后就是那些新的母乳，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客户能不能够交给我们或寄给我们，有些是回头的客户，那么我们就可以他们剩下的母乳去制作，那他们不需要再寄给我们，因为现在是管制令期间，因为这一个病毒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消毒还是清洁上的工作，我们会做多几层，才能够交给客户。OK。好的。所以通常它制作过程大概多久呢？如果就是说就是他们妈妈给你们母乳过后，所以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解释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们都很好奇。看他们选哪一类型的。设计，因为有的设计可能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有的可能就少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完成之后我们还要看它能不能够怎么讲 solidify， 就能不能够一个变成一个真正的我们要的那个固体的形状，如果一个过程是失败的话，我们要重新来过。所以一般上我们跟顾客说的时间呢是大概4个星期到8个星期的时间，因为我们还要再观察，如果需要重做的话，我们要重新来做。所以说星期可以完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因为一个星期的完成品是不稳定的。4个星期至8个星期，就是1个月至2个月的时间哈，对不对？好的，而且要看款式，所以呢，就是妈妈们给你母乳过后，所以你们是在哪里做呢？是在家吗？还是有自己的工厂呢？我们有自己的公司，有一个制作的空间。但当然如果是像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的话，我就会搬很多有需要的那个仪器还有用具回来在家制作，因为毕竟我们不能上公司，公司也关闭了。关闭了，就是因为这个 MCO 关闭那一阵子，对对对，暂时休假。对对对，所以只能够在家里制作。那么在家里制作也是有好处，因为可以省很多时间，因为同时也可以照顾小孩，那小孩也可以参与就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一个生意是怎么样的，然后给小孩子有一个想法，其实生意可以创新的。对对，非常的好。是当我听到乌力派，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你的公司，觉得用母乳来做首饰，所以当时是什么情况下你会想到要做这一门生意呢？其实我们是做肥皂开始的。然后有一次是一个爸爸他来找我，他是跟我说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母乳做成一个可以收藏很久的东西，那么他会想要一个这样的产品出来，就我有去网上找一下，就看到国外也是有一些母乳首饰的想法，就有一些产品出来，就那些是比较初步的，因为我大概看到的时候是2012年的时候。所以就想用一些方法去把这个东西制造出来，但刚好我的老公是做建筑产业的，所以他有一些材料方面的想法，所以他知道了我一些材料，然后我自己进行研究所以这样无敌派的母乳首饰就这样产生了。当然我们中间也做了很多改善啊，还有
就是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啦，但我们会一直做不断的改善。所以接下来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母乳减少，就可以收藏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就是保护环境可以减碳的方式去做。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冰箱去收那些妈妈给我们剩下的食物，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想出一个方法能够做出减碳的工作，然后可以对社会做一些贡献。嗯，非常的棒哦，就是当初是一个想法，然后就慢慢做出一个成品出来了，也是经营 一门生意哈。好的，所以呢，所以你在这个就有什么对你工商有什么新的策略吗？这个管制令会让你想到有什么新的策略吗？我们可能要考虑不一样的经营模式，因为因为我们的健康总监也提起这个新常态。所以可能我们要观察这个新常态大概会变成怎么样，怎么去进行。所以我们就要以现在的环境去做出适合现在环境的这个生意会比较适合，因为毕竟接下来的世界不会再回头了，可能就变成不一样的世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并不来是这样来戏，所以我是觉得能够的话我们尽量的去学习，如果透过学习如果像这个危机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有办法去接触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OK， 所以其实应该说现在因为很多你们已经是有线上可以 order 了，对不对？可以订单啊，然后就是其实他们还是可以送那个母乳给你，之前的方法就是他们邮寄给你，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先去那个旺武达妈那边，对不对？对，所以一样，就是现在旺武达妈不能送了嘛，所以他们就是现在以邮寄的方式寄那个母乳给你，对不对？因为旺武达妈是可以送过去啊。可以了的话可以啊。只是行动管制令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敢出来送给你我觉得这个解除之后人们还是要出来买生活必需用品，所以可能今晚我大妈的话也可以顺便把它放过去。OK， 所以反正可以邮寄给你是非常好的方法嘛，对不对？对，可以减少接触嘛。所以就是他们寄母乳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包装嘛，就是他们要就是非常的小心啊，然后去做这个包装，然后再寄给你。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措施吗？你要教妈妈？我们网站里面我们有给他们知道如何去邮寄母乳给我们，因为毕竟母乳是液体，所以我们会建议一个分量，一个最低的分量，然后他们要怎么包装，所以整个步骤都有在我们网上去教他们怎么去，如果他们一步一步来去跟着做的话，那么基本上寄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国外的订单也是同样的方式邮寄给我们，暂时到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是有国外的这个订单，就是寄母乳过来马来西亚哈。有，如新加坡啊、文莱呀、最远的加拿大都有。OK， 好的。是时间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距离的关系，就是可能时间方面会比较长，如果是太远的话。OK， 都非常的棒哈。所以你在这期间有需要什么新的技巧吗？Hayley 有新很多很多新的款式，然后我们有在尝试新的技巧，就比如我刚才说的，可能我们考虑到减碳的的想法，可能我们会用新方式去推出我们的母乳模式。就减少用冰箱嘛，对不对？你们的减碳方式。对。
非常的好。所以观众朋友们，线上呢是 Heidi， 他是乌迪派的创办人。乌迪派呢的使命是以母乳制造出不同以往的首饰，让哺乳妈妈用新的方式传承他们的精神给下一代。然后乌迪派的愿景呢是希望妈妈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母乳首饰，守护哺乳力量，给哺乳妈妈一个信心和肯定。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母乳的视频，可以写下留言，我们会Heidi 会回答你的哈。所以呢 ，Heidi 就是你可以教一下我们哈，就是一些怎样保护保养那个首饰，对不对？嗯，对，要进入一些。好，你可以 share 你的 screen。嗯，对。等等哈。嗯。所以呢，他会教我们如何挑选和保养各种首饰材质和日常银饰该如何清洗和保养哈。OK， 好的，所以我们等一下 Heidi 开他的 PowerPoint 或者是他的 PDF， 教我们一些新的知识哈。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写下留言 ，Heidi 会回答你的。然后如果你在线上，请写 Hi HI 告诉我你在线上，跟我们打个招呼，把这个 link share 到你们的 profile， 让更多人看到 Heidi。嗯。因为Heidi做的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生意。OK， 啊，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我们是创立于2015年。嗯，好，下一个。好的。创立于2015年。然后我们的使命呢是我们会以母乳创造和以往不同的首饰。让哺乳妈妈用新的方法去传承他们的精神给下一代。然后我们的愿景呢，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哺乳妈妈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母乳首饰，然后可以守护哺乳的力量，给哺乳妈妈一个信心和肯定。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对，哺乳妈妈都需要鼓励啊，因为就是哺乳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嗯嗯。没有人鼓励自己也可以自己鼓励自己啊。 对啊，嗯，这是你们的很多的杂志访问电台啊。我们也受过一些杂志的访问电台啊，还有报纸的访问，譬如说像新洲日报，还有New Straits Time， 还有 The Star。 新洲日报我们已经被访问过两次。还有 City Plus 电台，还有新加坡的Morgan Post， 还有一个就是马来报。下一个 slide。好的。我们也得过这个，去年我们得过这个奖项，就是 Baby Talk 杂志读者精选台奖项。这是去年。好，恭喜恭喜。嗯，谢谢。好，这个是你本身。对，这是我。其实我们主要是有两个人一起去创办这个乌迪派的。我是在研发部，所以我就是去做设计啊，就是怎么研究，怎么去做这些新的研究，因为毕竟这个第一个是我先创造出来的。然后接下来那个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这是我妹妹 Cassandra 妹妹对，我们是两姐妹。然后她也是其中一个创办人。然后你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网络上的东西都是她的想法。嗯，非常的棒，看到你很多的那些比赛呀、然后有一些抽奖比赛，对不对？很好很好。对，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优惠还有合作之类的，都是她去接洽。然后他是负责这个网络行销业务发展之类的。嗯，好的。所以什么东西合作的都可以找他。嗯 ，Cassandra， 好的，合作就是找他。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挑选和保养各种首饰材质。对，我们的首饰，我会先介绍我们的首饰的材质，然后会跟你们介绍一下怎么去日常做这些日常佩戴的银饰怎么去清洗和保养，然后为什么有的银饰会变黑，然后银饰变色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体质的关系嘛，有的人会想为什么我戴会黑，然后
会变黑，然后有的人戴就却没事。然后最后就是怎么去保养不同的不同的质地的首饰。好的，然后我们下一个然后你看到一个我们有给你们看到的这个是镀银、镀金，还有镀玫瑰金、合金，就是你看到的那两个心形的面那其实里面是母乳珠在里面，然后外面是好漂亮那这个是镀银和镀玫瑰合金，所以保养上会要特别的小心。OK。还有另外一个在隔壁的，你看到一个金的和一个银的，并不是真的是金的，它是925银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镀金的，但是它的那个底层，它的那个基底是银来的，925银的。所以是说，如果这个变黑的话，那么那个银色的，如果它变黑的话，是可以清洗的。好的，如果镀的话就可能要需要多注意一下，要保养多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材质，像你看到这两个小脚印这个就是不锈钢，非常可爱。对，这很多吗？这个款式其实蛮受欢迎的，因为除了可以当母乳之外，还可以放小孩的名字，还有他出生的日期。哇，很有意义啊，这个手脚。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款式新的是手，是左手右手然后隔壁那个呢是916金的，所以如果妈妈是想要把这个哺乳的精神传承到他们结婚或下一代，就是大概18年后还是20多年过后才拿出来给你孩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你们拿916金的，因为毕竟它是比较耐手长。比较有价值，比较有价值哈。对，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教你怎么去清洗和保养。那么一般上我们保养，我们都是用这个银气抛光布，所以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卖。就大概你擦一擦它外面那一层氧化掉的那一层就可以擦亮，但是如果你它氧化到变色到太黑的话，那么可能你需要机器的帮助才能够清洗。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用牙刷和牙膏尽量你用那种用过的牙刷，然后牙膏其实不用这样多，就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把那么这个清洗的银饰呢尽量是那种平面的，如果你是那个设计是很多皱褶的话，那么是比较麻烦去清洗，那可能需要给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些机器去做一些保养和清洗。好，牙刷只能够用在925银以上的，像镀银就没办法。925哈 ，OK， 好的。镀银、镀金的就没办法。镀银镀金是要用机器吗？镀银镀金它如果是氧化的话它没办法可以把它那个可能要再镀多一次，那我们暂时有这个服务，因为镀多一次它的保养价值是远远超过你买一个原本新的啦，镀金的。对对，它比新的会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要保值的话尽量就镀的话就不要用。那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些像fashion 的作用的话，可能你要配搭你的服饰的话，那么那个你就可以去镀银镀金，因为那个价钱会比较低一点。好的，接下来呢就为什么就是会变黑呢？银饰会变黑，然后就可以变得这么黑，这个是925银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清洗之后清洗就是我就是很大的分别。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看体质所以一般上你可以看，如果是小孩戴银饰的话，
它不太会变黑，因为小孩他身上没有什么毒素，他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就是闷在心里面。所以像我们妈妈带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可能身体里面有很多毒素，还有可能也有情绪上的毒素，所以这个就可能会影响到那个银会变黑。所以古代的皇们在试毒的时候都是用银针嘛。嗯，好的，带有一些好处的。嗯，对，就是银饰变黑的原因，就是刚才你说，糖是氧化，氧化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的汗水会产生跟银饰会产生氧化，那不是每个人，有一些人会变会这个有这个产生变黑的现象。所以如果你是不是体质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你经常用的香水啊、香粉啊、洗衣粉啊，或者是那个肥皂可能是有硫磺的成分，它就有可能会变色，那可能就不是体质的问题。嗯，好，明白。是如何保养925零度金呢？对，就尽量避免长时间的佩戴，毕竟首饰你就是要带去某一个场合了嘛，对吗？然后像少接触你的汗水，然后如果你是有游泳啊、泡温泉啊，就尽量不要佩戴。那如果你是有染发、烫发，因为那个是有一些化学的作用在里面，所以也可能需要先拿下你佩戴的银饰啊，你佩戴的银饰要先拿下来，就避免沾到那些化学的药物。然后已经有讲了，就是喷香水啊，然后发胶啊，隔离霜啊，所用的都可能会有这些会让银饰这些或者是玫瑰金或镀银会颜色会稍微有点变嘛。所以尽量就不要用这么多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保存的话啦。嗯，好的，尽量避免哈。好的，第二呢，第二就是洗碗的时候我们也尽量避免不要佩戴，因为除了它会变氧化之外，会变黑之外，它你也可能会刮花，可能不止你的那个首饰会刮花，可能那个母乳自己也会被刮到。所以尽量有小物，还有你洗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尽量不要佩戴啦。然后清洁做的，你做清洁工作的时候也尽量把它放一点。那你是没有，就是尽量在你做家务的时候就尽量佩戴这些。好的。还有就下一个。OK， 好，下一个。佩戴之后，你佩戴的时候你就出很多汗，可能你摘下来过后就要用干净的布擦一下，然后避免用肥皂水洗手液还有一些强酸碱性的肥皂来用。所以如果你要放的话，你就要分开来放，就是可以的话就密封保存，然后就放在盒子里面，尽量避免接触到空气，因为有时候我们像马来西亚的天气会比较潮湿。所以如果你没有保存好的话，你放在一个地方下去也很可能会损坏。好的。那我们出去给客户，我们都会有一个纸袋去给他们密封。好的。马来西亚的天气的关系，还有可能有干燥剂在里面，就是尽量我们会做我们能够做的，让客户不要有这么容易去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好好的去保养这个啦，这个他们是。那如果他们是没有去把它收藏好的话，然后他们买的是刚好是925银还是916之类的，他们要做清洗的服务的话，我们也有提供这个清洗的服务。好的，所以通常洗多就是给你洗了就立刻可以拿回了吗？还是要等一等？要等一等，因为毕竟如果是你是洗马的话，你还是要寄过来进这里，然后我还需要用机器去清洗。清洗过后我还要邮寄回给你。
好的，如果你有办法自己去洗的话，像我刚才所说的用银质擦布或者是牙膏能够清洗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清洗的。嗯，所以你没办法，刚好你又是在925或者是925以上的银饰或者是金饰，就有可能可以做。那如果是镀金镀银的话，那个就不大有办法去怎么去补救，那个你就要好好去照顾它啦。嗯，好的，好，谢谢分享。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这个website网址。那对。房子我们目前是有300多款的款式可以提供你们选择，然后你们想到的那个饰品都会有在里面，然后可以如果要看我们有什么优惠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专页或者是去我们的 Instagram 看看我们现在所提供的优惠。好的，非常好。所以观众朋友们有学到吗？有学到的话请点赞给 Heidi 哈。 OK， 好，所以 Heidi 呢就是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怎么去清洗那些银饰啊首饰之类的哈。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哈。线上呢我有看到伊万创， OK， Hello Hello， 你好，晚上好。 OK，对对，他就是刚刚有讲的，所以你可以去他的网上看一下，他的 Facebook 也是有很多，有300多种，对不对？300多种产品哈。是我们有超过300多种，但是我们开放的是300多种。其实我们手上有的已经有超过500多种了。500多种啊！其实这设计的灵感来自哪里呢？就是你们想着想着，然后就想着想着就有，就。有的是在梦里面看见的哦，梦里面看见的哈。OK， 这是可能我们有看过类似的，可能结合一些新的想法在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同型的产出来。OK， 非常的好哈。好的，所以呢Heidi 在其实在创业这段期间生涯里面，其实最难忘的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个期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女儿才2岁，那时候还似懂非懂的时候，然后大的才4岁，所以要兼顾他们还有工作，还打一份工，然后还要顾自己的家，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有很大的体力，还有精神上要有足够的支柱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也感谢Cassandra 啦，因为他其实是他先开始问我要不要加入去创业，我才开始的。基本上如果没有他的鼓励，他的鼓励我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好的。所以呢这个 Cecilia 问你 Do you do customization？ 有吗？就是客制化的。通常他们如果是问我们有什么新的款，除非我们刚好在研究的那个款，因为毕竟我们还要找那个款式，他们要的款式也需要一些时间。但一般上我们找到款式过后，我们都会经过几个研究过后，如果是稳定的话我们才会推出。因为如果是客户是说我要这个款，然后我们担心可能这个款会不稳定，还是它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一般上我们会做过一些测试，或者是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才来推出。所以我们去慢慢然去接受一些customization 这样。不过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你们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经过研究，如果那是稳定的话我们会尽量看推出一些。因为有的款式可能客户是想这个款，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元素可以加入里面，
可以把它变成更好看啊，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嗯，非常好。所以黑米其实，嗯，因为我们quality control，我觉得。嗯，好的好的。所以黑莉想询问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啊，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客户呢？有没有比较对你或者好的客户啊，还是不好的客户啊，给举一些例子吗？最难忘的客户其实是有一年我们收到一些订单，然后都是男的，男的跟我们订，然后他就可能就寄奶过来，就跟我们接洽说要什么款啊之类的，然后那其实是他们的老婆是不知道，他丈夫是偷偷去偷他们的奶过来给他，所以我是觉得这些男人们啊，他们真的是很有心思，所以我也感到意外了，因为通常一般上下订单的都是女性，所以男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少，基本上如果是说这个是女人的生意的话，那么启发我们的可能是男人，因为第一个叫我去做的叫我去研发的是男人，然后中间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也是男人，然后我们研发这个的也是我老公给我一些意见，那么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女人的东西，说这个只是一个女人的东西啦，但其实是后面其实也是有男人的帮助。嗯，非常的，非常。有没有遇过比较难，就是难，可以说比较那些顾客比较难搞的吗？当时还好，我觉得。全部都很好了，对不对？因为基本上就是很爱心的事业，然后有母乳，有我们的，我觉得，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顾客都蛮支持的，他们买到嗯，都会跟他们的朋友分享啊，或者是有的会放在Facebook 啊，会可能放在 Instagram 啊，去跟朋友分享他们收到的感受啊，然后嗯，然后我其实也蛮。感恩他们这么支持我们，这么这一路来他们都帮就这么支持我们，就是毕竟创业是不简单嘛，所以我们经过很多我相信所有创业的人能够经过三年或五年的话，他们都应该经历了一些经历了一些才能够成长到这个时候。好的，我们的客户都蛮不错的啦，基本上大致上都很好 ，OK， 非常的好。这样子，想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呢，黑迪？我们的梦想其实是希望用新的方式去传承我们的传统。像有一些很多人说有一些职业可能是sunset， 夕阳职业嘛。但其实夕阳职业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它就是下山了就没有了，对吗？我是觉得如果太阳起来的话，就等于你本来是穿一件旧的衣服，你再换一件新的衣服，或者你换化妆，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创新，其实我是觉得有带一些传统要保留的东西，因为毕竟生活常态它还是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不会变的，只是方式变了，所以我是觉得能够的话，我们当然是要融入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去做出改变，然后当然学习是很重要，因为靠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去应付一直在变的社会。嗯 ，OK， 所以有没有打算要找很多的就是伙伴呢？就是像是 license 这样子的形式呢，经营形式。伙伴但是我们会有合作的伙伴就是可能他们来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就看以什么合作方式去呈现当然，我们如果能够的话是
尽量跟我们的我们的公司的愿景是有关系的，那么会是最好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女人的生意其实接下来是真的是可以做的。嗯，对对，因为其实啊，对，真的很有意义啊，你们这个生意哈，因为很多人都去访问你们嘛。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男人的时代，现在女人都是通常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嘛，所以一旦当妈妈的时候什么本领都可以出来。就我看到很多妈妈，她们可能还没结婚之前，还没有小孩之前，她们都可能很多东西都不会的。那因为嫁了有家庭了，就变成是八般武艺。嗯，对对对，他们都能应付所有的压力，所以这个只有妈妈才懂啦。嗯，对对对，好的。所以呢，到最后请谢谢Heidi 的分享哈，请来我们的 Fanpage SPFM John Speaking Academy， 还有 Woody Pie， 还有很多的，如果你要找很多的款式母乳的首饰，请去他的面子师或者是私聊Heidi哈。 OK， 好的，来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就是给这个OK， 这个哈，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USD 7 Online Kids Public Speaking MCO Program， 如果你要的话，就写一个 I want no more， 我们写一些资料给你哈。好的，所以呢，在最后Heidi 可以给我们一些正能量的信息吗？给观众朋友正能量的信息吗？正能量像这个行动管制令这个 MCO 嘛，可能很多人看到是一个危机，然后其实。每个危机都有一个转机在，就看你怎么看待。我是觉得如果能够不断的学习，然后你可以看清环境在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在黑暗都不会怕，所以学习很重要。当然你不要去逃避，有什么问题的话也要去面对，然后其实接下来的路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可以走的。嗯，好，就是要向前看呢、啊，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Heidi的分享，OK， 谢谢观众朋友们在看我们的直播。好的，我们就是继续在线上见，谢谢Heidi，晚安，各位观众朋友们晚安 ，Thank you， 谢谢。